听过 Frozen Age 冻龄推出的 Age 鹿胎盘素了吗？不知道它有什么功效？现在就让我好好给你解说。明代知名医学家李时珍在《草药古书本草纲目》中曾经记载，鹿全身都是宝，能通督脉，是纯阳多寿之物。由 Frozen Age 所研发的 Age 鹿胎盘素内含多样保健保养品成分，长期服用可以加速新陈代谢，消除身体中沉淀的毒素，延缓衰老。 H 鹿胎盘素含有什么成分呢？鹿胎粉。鹿胎粉能够起到调经养颜解毒的功效，能够帮助补精血，进而起到延缓衰老的效果。鹿茸。鹿茸的摄取有助于生津补髓，养血益阳，强筋健骨。百里芦醇。百里芦醇之所以会成为大家追捧的保健品，是因为它有助于调控血糖，它有益于糖尿病患者，另外它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藤黄果。藤黄果有助于控制食欲，减少内脏脂肪。海洋胶原蛋白。海洋胶原蛋白能填补局部塌陷的真皮组织，收紧皮肤，减少皱纹，平复细纹，加速新生细胞的生长。维他命 E。 维他命 E 有益于过敏，减缓鼻炎、皮肤瘙痒、气喘等症状，它也能够预防骨质疏松，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病，预防失智症。鳄梨油。鳄梨油能够帮助改善胃部、便秘或泌尿道感染的问题，对肝脏、胆囊也有疗效。葡萄籽油。葡萄籽油具有多重功效，除了能够美容养颜、对抗皱纹、抗衰老、抗氧化之外，它也能够保护血管、保护消化系统、保护眼睛、抗辐射、抗过敏。月见草油。月见草油具有抗发炎作用，对抗癌也有一定的功效。结合以上有效成分，专家精心调制出 H 鹿胎盘素。 H 鹿胎盘素很容易被身体吸收，进而对身体所需部位进行修复，让你防病强身，滋补美容，延年益寿。